介绍这个阿拉丁神灯啊，想必大家一定有看这个电影啊。今天呢，跟这个美丽的茉莉公主呢，要去看戏。哇，这个模组看起来好像很卡通的样子哦。这应该算是早期的卡通动画的人物吧？你转过来，我看后面。啊，我们这次呢，其实要来介绍的是他的可爱的，这是什么？他的魔毯。这魔毯是怎么动啊？为什么不会动呢？它是滑板车概念是吗？然后这样子滑就对了啦。你看，不太好控制哦。蛮好玩的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它可以跳吗？因为它左右摇晃的感觉，很好哦。可以跳，可以跳，可以跳，可以跳！哦，去！这是什么 ？BMX 吗？太酷哦！哦，去啦！飞起来，飞起来！哦，等等，为什么它冒烟了吗？是冒烟了啊？好像是脚踏车概念是吧？它完全不能载人啊！它是可以漂浮在上面的，酷哦！可以任意改变方向。哦，有办法比飞机还快吧？快追上去了！卡了卡了卡了！他不听使唤了他。接一下视角啊，冲一下看看会怎么样？可以停住，一直升起啊！哦，跟这样子降落哎，不会摔倒，好厉害啊！中间穿过去了，穿，我到边边了啊！不要到这边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